国道上两颗轮胎不断冲刺，其中一颗甚至还跳到对向车道，一胎一车道，好公平，两颗轮胎好像在相互竞速一样，夸张画面全被后方驾驶录下。大货车驾驶按喇叭示警，国道三号屏东竹田路段旁边的货车轮胎对狼照，往前滚了数百公尺才停下，幸好当下车辆不多，否则可就笑不出来了。除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白色休旅车下交流道遭到大车喇叭狂按，因为他竟然开错路，原路掉头逆向下交流道，差点引发对撞车祸，超危险。马路上惊见火车行驶，前方电动车，后方拖着六节车厢，每个篮子上都放了一堆回收物，就这样缓慢在路上行驶，人车经过都心惊胆战。目击网友留言，不知道怎么跟女儿解释那不是火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